就来到那个资源资优班，然后感觉就是哇，资优班就是这样子过来，这样对，好啊好啊。然后我本来想说有一个对的是像那个叫十，那首歌叫十年吗？嗯，就是陈奕迅，不是，顽童他们很多，顽童是十年吗？还是什么？黄金十年还是什么的？嗯。就他们就是走嘛，然后后面会一直有人加入嘛。哦，那是史诗啊，那战宝啊。对啦，你是说走，然后后面一个加入，那你可能要在楼下拍。对，我想说就是那时候，对啊，因为没有，我觉得因为楼下广场够广，你可以拍一个就是同学本来都在画面外面，然后他边往前走，然后我们就是同学就这样一二三，就站砖块的位置嘛，他一直往前走，只要走到哪里，然后同学就开始往里面加入。先走一个，然后带着那个红色的枪走到旁边当保镖，之后再走两个，特别难看。现在还不会，现在还没有拍到这种，因为他们要清洗的话，应该要等同学来呗。对，应该下午才来。我问一下，好，那趁这里有，因为这边有桌。